喜欢吃炸物吗？这家来自日本大阪的串炸餐厅，提供90分钟内自己炸吃到饱的服务，堪称台北首见。自助餐台上每天供应肉类、海鲜和蔬菜等30种串炸，选定想吃的品项，先沾粉浆，再沾面包粉，放进温度设定在170度的油炸锅中，炸约一分半到两分钟就好喽。因为食材都切成容易炸熟的大小，只要掌握时间，就能轻松炸出酥香美味。根据餐厅统计，出餐率前三名分别是 Q 弹的去骨鸡腿肉、包着红豆馅的迷你鲷鱼烧，以及鲜甜不腥的虾子。来朝圣，别错过这几个必尝的人气品项。除了串炸，餐厅还准备了无限供应的茶泡饭、沙拉霸、点心霸，以及想吃多高自己的双麒麟等。难怪每到用餐时段总是满座，没预约就只能乖乖排队咯。提醒一下，炸水分含量较多的食材如虾子、花枝时要小心油爆，善用桌上的小油盖挡一挡，才不会乐极生悲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